位于上这片湿水正水的所在，是咸水区公所原本要配合月顶港整治、探农地修建的时阵，伫个信义路的两边所种的。种植面积大约2.5公顷，花种有向日葵、波斯菊、甲百日草。总共大概2.5公顷，啊，有种了向日葵、波斯菊，还有百日草。这个经费是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申请的，啊，请人家来雇工。除草、施肥、播种，啊，这个是给农民一个休耕转作的一个经费啦，吼。咸水区长张嘉宾表示讲，虽然今年月顶港灯节停办，但是公所同款有营造花海，要让游客来赏花翕相。伊嘛讲，未来灯节若是恢复办理，公所会配合农业局继续来种花。今年的月顶港灯节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，啊，但是我们这个花海还是继续的。维持着，哦，这个花海大概在1-2个礼拜内，哦，大概就结束了，哦，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年如果月经港灯节再复办的话，哦，大概复办的话，我们哦随时会配合我们农业局，哦，来继续种这个花海，让一些民众有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。信义路的花海目前正在开，不过公所也提醒。花期大约过一两礼拜就结束，欢迎民众把握时间，前来欣赏这片美丽景观花海。南投新闻王维德、咸水采访报道。